先是这个，现在是现实。好的，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出现就是我方以及乌兹别克还有俄罗斯的第一车组九六 B 坦克。嗯，好的，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领队唐晓明上校。哎，对，可以看到现在是俄军的第一车组。哎，对，哎，确实是中部军区啊。嗯，那是这个乌兹别克。对，乌兹别克今天是这个使用黄色的这个特七二坦克，369号车是我们的第一车。对，嗯，三位年轻战士，他们来自南部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驾驶员是刘飞。嗯，这个炮长应该是麦祥宁。嗯。然后车长是一位姓劳的车长，这名字毕竟西点字母啊，对对对，翻译过来有点需要点时间。这个，好了，好，这个号声一响，哎，这个比赛就战歌起，就准备开始，这样都开始上枪衣了。嗯，对，这个在这个比赛里面上枪衣还很有意义，因为这个机枪啊，在这个行驶的过程中，烟啊、土啊、水啊的，这个有一个枪衣罩着，对他来说，哎，颇有这个。